红毯的这位嘉宾是有着唱跳实力的火箭少女101孟美岐，欢迎美岐。而且他今年还有跨界演员的身份，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舞台。对，影视作品也层出不穷，让大家感受到了美岐的多变。哇哦！哇！感觉今天美岐有不一样的感觉哦。好，欢迎火箭少女101孟美岐，今天非常红火的 look 也是带来对 TMEA 首届的红火的祝福，欢迎，欢迎你的到来。好，可以来到这边来，欢迎美岐，请在能量球上签名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签名好不好？给镜头看一下。好，我们请美岐把能量球放入我们的装置里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也请美岐跟大家问个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孟美岐。欢迎孟美岐今天来到我们 TMEA 的这个红毯现场啊！今天晚上有很多的奖项要一一的揭晓。那目前呢，在我们的网络部分已经有六大最受欢迎奖，其实已经投票有结果了。而我们的美岐获得了最受欢迎内地女歌手的这样一个荣誉，有什么话要对支持你的粉丝来说的？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，然后今晚会有，就是努力会给你们更加精彩的舞台。舞台是最好的报答，我们期待今天晚上孟美岐的舞台，谢谢，再次欢迎，谢谢，请休息一下，谢谢，一起期待一下今晚你的表现。好了，接下来来到我们红毯上的是打扰一下乐